的好阿石，好久不见。皇兄，怎么又出个原始人啊？哼，别冲动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一会儿就到。我去救人，你先拖住他们。你们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，我找他来。我们家阿石什么时候交上朋友了？给我站住！你先别激动，你是要当演员的。他就是个经纪人，别忘了，你还有东西在我这儿。这个视频就在我手机里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自己把它删掉吧。国堂堂国君竟为一个女人向我下跪，真是体面规矩都不顾。不要！放了他！求我呀！求我呀！一切都是你的，凭什么我想要的都是你给我的？凭什么？现在的样子，拿什么跟我斗？你瞧，这点伎俩吗？我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了。上面写上你的名字，快写给本王。我们说好，杀青要一起看电影的，一定要记得，你亲我一场电影。我，
醒过来了，这是在哪里？陛下在自己的寝宫里啊，您昏迷了三天三夜，可把老奴吓坏了。哎，陛下，您身子尚未恢复啊！哎呦，奴才有罪，奴才有罪。在哪儿？奴才这就去给您拿过来。陛下，您的衣服来了。侍卫在郊外树林发。你又想给我穿这个？是你做的泡面最好吃。吃的满嘴都旋转茶杯，加满奶茶少点点。玩偶气球连接的竟是命运。
云的红线。我站在许愿池面前，郑重地许下心愿。再倒数三二一，他就会离开。出现。出现。福宝，福宝，福宝，醒醒！福宝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呀？怎么睡着了？啊？啊？哎，不是，说话呢，福宝。我跟你说话呢，你自己在这儿干嘛呀？还我！你拿着咱们戏里刀具干什么？刀具？对啊，咱们新项目的刀具啊。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1月4号，你生日啊，忘了？我生日？我说你人喝了多少酒啊？啊？好了，别哭了啊，走，走，先不要睁眼睛。3、2、1，睁眼睛吧。哦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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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生日快乐。你好，我是公司新签的艺人，请多多关照。生日快乐。